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周末的时候呢，网上出消息了，卡扎菲的最后的一个儿子，据说曾经可能是他的接班人的这个儿子歇菜了，给抓着了，手指头受伤了。天下没有这么凑巧的事儿。卡扎菲儿子被抓的消息呢，跟江泽民的儿子出点小状况呢，给放在一块儿了。法广镇报文章题目这么讲的，江泽民他儿子江绵恒是中科院的副院长，去留已成谜。文章讲说，江绵恒是否已经不再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一职，这件事情成为了一个罗生门。根据中共官方人民网18号引述国务院的这个消息说，江绵恒不再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务，但是同属中共官方媒体的新华网和中国新闻网在人事任免当中却把他名字抹了。你说这事儿就逗了，人民网说了，新华网抹了，到底谁家跟谁家，谁跟谁干仗，您现在就能感觉出来了。文章说，事实上根据中国科学院的官方网址19号所展示出来的人事组织图，江绵恒仍然是中国社科院第一副院长兼党组成员，其照片依然放在院长白春礼的旁边。他儿子还当不当这个副院长的问题现在成为了一个焦点，有人愿意让他当，有人确实不愿意让他当。而作为他自己呢，谁嫌官多呀？谁也不嫌官多。或者说这个官下去之后是不是来一个更大的官，这也是保不齐。可是这个官一旦下去之后，要没更上一层楼的话，那不就成照片歇菜了吗？所以非常的难受。您以为当他儿子容易啊？我跟您说，当那人的儿子，您得倒多少霉才能赶上当他们家的儿子呢？文章特别提到说，现年60岁的江绵恒是江泽民的次子，毕业于复旦大学，然后并获得美国博士学位，回来就当副院长。他儿子是在89年、90年左右到美国去读书的，也就是那个时候江泽民已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了。那个时候他去美国了，回来就成了中科院的副院长了，紧跟着就开始做大买卖了。这就是他儿子，前后就这么多事儿。我们也在原来的节目当中提到过，在危机解密当中，那江泽民曾经想把他这个儿子扶上台，但是他儿子挺年轻，结果得了2次癌症，身体不允许。所以我还是说那话，人干嘛要得病，干嘛要得那样的病，其实真的谁托生成他们家的儿子真的是有点不太运气。争鸣网呢写了一篇社论，文章写的挺长，题目直接这么说的，下一个是谁，他主要是从利比亚那儿引述出来的，我觉得他其中某些观点非常到位，咱看看他的观点是怎么说的。上来就提到卡扎菲的独裁本身的这种心态，他说关键的是权力腐蚀了卡扎菲的心态，在这种集权的统治之下，一方面使得卡扎菲自己心想事成。他接着说，只要自己想做的事儿，就没人敢阻拦，一定要办成。而另外一方面，这种体制同时就造就了一种阿谀奉承的这种奴才。今天在国内到处是奴才，奴才一翻脸儿，他又代表党了，因为他给扶正了，成了党支部书记了，所以你看他立刻就成爷了，结果他下头又是一群奴才。这就是我曾经提到的，中共共产党的体制营造了奴隶和奴隶主，你营造了这种奴隶和奴隶主的心态，就是对下他就是奴隶主，对上他就是奴隶，扭脸他是什么东西呢？把人毁了，在这个体制之下毁了，毁成了不是个人样。文章特别举了一个实例，2009年9月3号，在利比亚首都曾经举行过一次盛大的集会，庆祝卡扎菲执政40年，有几十万人参加。卡扎菲被肉麻地称为人民的兄长、革命的导师，在会场上有他巨幅的画像和大标语：“利比亚是天堂，我们将以血肉和心灵永远保卫我们的领袖。”人民如此的热情地拥护他，使得他忘乎所以。
看看新华网，看看人民网，看看 CCTV， 看看咱党控制的媒体之下，您说连一个字儿都不用改，不就这东西吗？七点钟播的新闻联播里面露脸的那些人，能露脸的那些被称为人的什么，大家就可想而知。其实反过来讲，老百姓害怕，怕党的体制，怕独裁的政权，其实根本不用怕。今天没一个人喜欢他。文章接着说，但是独裁者用谎言和暴力营造出的民意的这种泡沫总是要破灭的，而且在这个时候长期被抑制的那种真正的情绪才会从民众的心里浮现出来，到时他就像汹涌的浪潮一样把独裁者淹没。我看过另外一篇文章也提到说，目前中国的状况没人能改变它，坐以待毙，只能这样。文章接着讲说，这些独裁者的下场都是很惨的，这完全是他们自己选择的道路。当他们走上这条道路之后，结局就已经明确了，就在那里了。只是他们还没有走到终点时，完全可以转身选择另外一条路。但是谁又能选择呢？可是文章里就提到说，在台湾，蒋经国就曾经选择了。今天台湾的民主的社会，今天台湾的一切，跟当初蒋经国选择了民主的道路，放弃了整个所谓当时国民党的一党的这种统治，这就是表现出来中国人，中华民族的子孙是有能力、有素质，也有这种天意、天性来欣赏、来享受这样人人平等的体制。是共产党污蔑咱中国人，说咱中国人素质不够，因为共产党是魔鬼，因为共产党是来自于西方的幽灵，它不是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当中所熏陶起来的中华民族的子孙应该拥有的那种文化的素养，那种文化的底蕴。所以你跟着瞎抄过没用，要想真正做中国人，就得抛弃他。艾薇薇刚把钱交了，那党的所控制下的这些警察们说艾薇薇很色情，这词儿用绝了。咱今天放眼看去，在体制之下的官员们，你不色情你能当官吗？你不色情你能上去吗？如果您还不信，这是党的传统，咱就请咱编辑上几张江泽民做总书记时在老大的庄严的党的会议上看看那老不死的色情的眼睛如何去看那小姑娘。从上至下不色情就不会成为官，但是反过来说，党的体制想去侮辱谁的话，一定在这一方面去找事儿，所以艾薇薇摊上了。德国之声这么说的，艾薇薇被指色情，网民艾罗罗。文章讲说，在这个发科税案进行过程中，中共当局又指艾薇薇涉嫌网络色情，为其拍摄裸照的工作人员遭到警方问询。那中国网民们借爱债的行动之后，又发起了艾罗罗的网上行动。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挺简单。艾薇薇曾经拍过一张照片，大概在去年的时候，叫做这个一虎八奶。其实它反映出来的呢，是我个人解读呢，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嘲讽，对目前的状况的一种嘲讽。结果被警察说，现在是怎么样，这是个色情的照片。其实我记得我们在网上看过另外的照片，几个女人在一个商场里面为商场去推销洗头水这一类的东西，女人脱光了衣服在台子上走，台下乌泱泱全是人，当然大多都是男人，我就不知道那是不是色情。还有人体艺术满天都是，你现在找找新华网，你找找人民网，满天都是，我就不知道那是不是色情。你在新华网、人民网当中找出类似的照片，作为新华网、人民网的总裁，
或者是他们的社长，你说他是不是色情？今天中共的体制想治人的话，没什么法律了，他也不会想别的事儿了，他想到的一定是这方面的事儿。今天在中共的宣传体制当中的官员，在制裁他的时候呢，党说了要开除党籍，依法去严办。中国的法律制裁不了共产党员，共产党与不在中国的法律管辖范畴之内，所以你入了党，你就可以在法律制裁你之前先有一个逃跑的机会。多么不是东西啊，那哪是东西，是人，是个正常的人，咱能入党吗？入了党他还是人吗？反过来说，在我们这个体制之下，我不入党我又生存不了，我仕途上又无法发展。所以神佛慈悲，在我来说神佛慈悲啊，魔鬼为什么是魔鬼啊？大家想想，按照我刚才提到这一条和现在艾薇薇遇到的事情，那只有魔鬼才能干出这种事儿。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退党退团退队，那不就是对你心灵的一种解脱？有佛必有魔，聊斋水浒三国，你看看中国的文化讲的，你再看看中国的山川，有山川必有庙宇，有道观。中国的文化就是这种信仰神佛的文化。你以为听了共产党的这个，听了共产党那个，说我根本就是无神论，你是无神论，结果你进庙里你又烧香，这就是党所教育出来的人完全糊涂之后的一种现实的表现。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